能不能拿出点军人力度来？这样，我来安排一下。唐明，你负责接球，一定要拼命跑。我知道。白玉，你定位准，负责射门，一定要争取得分。哎，老大，我负责什么呀？让我想想。啊，你快想想。你最重要了，给他们来个声东击西，你就在场上拼命的跑。 吸引他们注意力就行了，没问题啊。对，最会这个了，绕死他们！一、二、一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走！走！开始！报告，传给白玉。跑完了？还没有。传给白玉。能不能让我打完这场球？我再跑，我在大学校队打的是前锋。你的科目是十公里。郑教官。 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最后的5公里。哎，要快要猛！给我，给我！这算什么本事？就这样，给我！快点！接着，快跑！快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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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
我看这些啊，都是好苗子。好，刚刚赢一分就出来当老母鸡了。我希望这些小鸡崽子能在第五空间计划内迅速成长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啊，说，这场比赛以后，你还准备淘汰吗？可能吧。你舍得啊？从情感上，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留下。但是第五空间计划绝不允许出废品。加油加油！你该换招了。你看那边，那小子累成那熊样，还不服呢。我说你听见没有？不服呢？那不是我的任务。咋的？要我去修理修理他？等着。开开开开开！停下来了，跑不动了。哎呀，我跑完十公里了。哦，完成的不错嘛，我看可以奖励一下。我可以上场了吗？上场？我看在家跑两公里吧。什么？宋教官？你在玩我！你要么遵守，要么出局。哎，看，真是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。也不怕撑坏了肚子，吃吧。这每一顿饭啊，都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晚餐。吃吧。其实应该罚我一个人，要不是我跑错方向了，咱们就打平了。行，你一个人洗吧。弟弟，就算你不跑错方向。有窝里翻车，自己跟自己人较劲儿，我们准是个输。得分可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你在这得意什么？十七号，你说清楚啊！射偏大门的人可不是我。行了，输都输了，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啊？宋教官只给我们20分钟的时间，抓紧时间干吧。赶快干吧！
为什么呀？呆子，团结力量大呀！对呀，力量大吧？来来，为了我们的团结，来，加油！崔志班给你留了饭，你去洗洗吧。我不饿。老郑啊。没想到你比我还忙，这2公里我就不该加。他是我招来的，我当然比你了解他的身体素质。那又怎么样？别装睡了，怎么样了，哥们儿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哪儿啊！哎，你今天上午的表现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超人？不是。闪电侠？不是。阿甘正传？美国动作大片《小鸡快跑》。放心吧，我会为我这30圈做个纪念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最好还是忍着点，这两个教官一个比一个魔鬼，咱们现在跟他斗，吃亏的肯定是咱们。我现在就缺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，如果有了，我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真的？那你还在这躺着干什么呀？走啊，走啊，快！
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医生，请问这里哪可以找到？你要找什么地方？我要找那个找我要找哪儿来着？找哎哎哎，回见啊！哎，跑哪儿去？望仙，建国，对，哎，快快快！别乱了，主板和显卡可能有问题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换房间吧？哎，你没发现啊？除了医生的办公室，就这个房间有网线和电脑了。哎，你把机箱打开。豆哥，你觉得刚才那美女怎么样啊？你呀，赶快打消对大姐的思念吧。只要心中充满爱，姐姐妹妹一样爱。嘿嘿，学员可禁止谈恋爱哦。小心一点。哦，别碰坏了主板上的原件。别给我转英文 ，OK？ OK OK。走了。哎，你不是医科大玩手术刀的吗？怎么电脑也这么精通啊？不瞒你啊，我六岁开始就自己存电脑了。哎，有了。哦，这个电脑简直可以作为中毒大全，拿出去展览了。这东西我可不如你精通。哎，不过谈恋爱我倒是很在行。哎，不是吹的，你猜猜我有多少女朋友？越多越记不住，你就告诉我，第一个让你心跳的叫什么？第一个心跳的。第一个心跳的应该是忘了吧。关键题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感情灯泡不是不亮就是早给憋了。你才憋了呢。正北，哎，老大，终于上室内课了。哎，今天上的是什么课呀？这个颈椎第五空间背。有谁能告诉我，第五空间的概念是什么？报告，是0至300米的超低空。现代化战争，无非是几个空间的争夺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空军固定翼。在这个地方，这儿属于海军，这儿陆军的天下，这儿外太空那是宇航员的世界。那么剩下的这个空间是什么呢？第五空间。
对，第五空间。这段距离就是属于我们陆航部队，也就是你们将来要誓死争夺的空域，第五空间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飞行员是什么呢？有谁知道擎天柱威震天代表着什么？代表变形金刚。代表着正义和邪恶，代表飞行。报告，无论枭雄和英雄，都代表着一个词：成功。报告，他们是彼此的敌人，所以代表战争。对，战争，现代化战争。速度140，收到，看我的。漂亮，耶！请大家围过来。哎，我看看这是什么？快快，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。哦，来，我看看。这就是刚才那场战斗发生的空域。武装直升机从发现目标到完成第一次攻击，用了2分15秒。从完成莱维斯曼大动作到完成第二次攻击，用了1分50秒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前后两次攻击用了4分05秒左右，摧毁了敌方坦克13辆，武装直升机以零损失全身退出战斗。这是几年前发生在中东的一场遭遇战。我们应该感谢电视记者，他们给我们全程拍下了这段录像，也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它。也就是说明，从今天起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们应该牢牢记住，这就是现代化战争，就是你们将来要面对和迎接的战争，也是我们武装直升机部队所需要的，在电子干扰情况下所要完成的。快速出动，精确打击。对于直升机部队而言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成为第五空间超低空的霸主，通过战术打击，把装甲部队彻底逐出战场。我们和直升机部队是互为天敌，我们的火箭弹和高射火力系统就是专门对付0至300米低空，也就是第五空间领域中的武装直升机，一旦被我们锁定，一个也休想逃跑。想必你们都拿到了这个课程表吧？这是这一个月的课程安排，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，你们将完成56门课程的学习。啊？56门？那每个月岂不是要学7门课？你说这可能吗？下午还有体能训练。这样下去会把人累死的。哼，那你选择被淘汰啊？我知道，你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可能。你们还记得第一天跳伞摸方位角吗？我在这里只说一次，这里是实验班，没有不可能。有谁能说出世界顶尖级武装直升机的型号或者代号吗？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阿帕奇吧？这不是阿帕奇。报告，这是美式 AH-1 型眼镜蛇武装直升机，参加过越战。对，是眼镜蛇。哇，太酷了！这肯定是阿帕奇。报告，这是前苏联的米28号杰武装直升机，1992年装备部队。我喂，到，你知道吗？报告。
凡是对坦克有致命威胁的机型，我全都知道。哇，老大就是不一样啊，都知道。欧洲虎式武装直升机，2000年装备部队，有前视红外仪和全天候作战的能力，也是坦克的克星。真牛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法国 SA-341 小羚羊武装直升机，全球有40多个国家都有装备，我军也有装备。非常正确，你坐下。是。太雷人了！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坦克的克星，他当然记得了。这些都是世界十大武装直升机机型。这是前苏联米2次重武装直升机，因为能载运步兵，称为此路。意大利陆航主战机 A-129，绰号猫鼬。这是南非的石叉隼，擅长对付地空导弹，也是坦克的克星。这是俄罗斯的卡-50武装直升机，是唯一装备了火箭、降落伞、弹射座椅救生系统的武装直升机。还有救生系统啊！这个我喜欢。关怀到这架机型你应该知道了。阿帕奇。答对了，终于答对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制 AH-64 武装直升机，可挂载16枚反坦克导弹或4枚空空导弹和火箭。我为到，它是坦克的超级杀手，是吗？没错。梁啊，教官组决定今后不再称大家学号了，改用武装直升机机型为代号，每个学员可以选一种机型，回答过问题的优先选择。我为唐明阳、关怀报告。我还知道一种机型。说。小蜜蜂。那不是武装机，这不算。还有信鸽，就是米2超级运输机，可以运沃威的坦克。这个算吗？科曼奇，江豆，坐下。今天不说这个机型，江豆有资格选了。郑教，可以开始选了吧？可以。哎，我选阿帕奇。阿帕奇这个机型你不能选。这个机型要等到毕业以后再说。唐明阳，你第一个回答了问题，你先选。是，我选欧洲虎。好，以后大家就叫他欧洲虎。我为，开始。叫他最后选吧。他可是回答问题最好的，所以我相信他能选到最好的机型。关怀，到。我就想选阿帕奇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阿帕奇不能选，不选就放弃。哎。那我选卡-50，多难听啊！你懂什么呀？就他有救生系统。行了，卡-50就是你了，白玉。哎，他选信鸽。去，捣什么乱？我才不选运输机呢。哎，要不你选母鹿？你才母鹿呢！报告，我选猫鼬。啊？黄鼠狼啊？好，猫鼬就是你了。真恶心。蒋东，我随便，反正也是小儿科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啊？哎，蒋东，你选眼镜蛇吧，多酷啊！俗。我看他叫石叉隼吧。这名字也太损了吧！我提醒你，江总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儿。我选浩劫。浩劫也是俄罗斯的主力机型，可以。我为。报告，我选小羚羊。老大，你选眼镜蛇吧，小羚羊太逊了。小羚羊也是世界十大武装直升机之一，不逊的。我为。你告诉大家为什么选它？因为它是我军装备的唯一世界级外国机种。
我来点一下名。欧洲虎到。卡五零到。毛佑到。浩杰到。小羚羊到。你们是第一批获得世界级优秀武装直升机称号的学员，接下来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相互称呼。另外，我留下两款世界顶级武装直升机称号，等你们毕业的时候，我再授予你们。第一款，阿帕奇；第二款，保密。江大导演，那个变形金刚和这只猫都是你的杰作吧？是我干的，大不了我再来十公里，哦不，我再来12公里，全副武装越野。哟，还会这手啊？看不出来啊，你也是个电脑高手啊。梅教官，让你久等了。郑教官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128房间那台电脑已经完全修好了。他是谁啊？他怎么会知道我是用128房间电脑上的网啊？那台电脑系统坏了1年多了。你的简历上说你电脑技术很不错，看来你小子还有两下子。至于这个梅教官，你过2天就会认识。哦，原来你开小灶烤我，故意设的圈套是吧？你要坚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还有什么圈套是让我没发现的？自己去找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天，这力量是钢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法西斯的开火，让一切不必一直如此。快看，那气质美女又出现了。队长，如果你喜欢梅警官的话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你好，我叫关怀，他们都叫我 TT， 不，现在改卡五零了。你好，我叫梅应佳，你们班的心理教官。教官？啊，
招呼。你就知道跑步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跑步走，一二一，哎，哎，你看你扔那么多，扔的多，捡的更多。有句词叫什么？作茧自缚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还有什么？作茧自缚。去。啊唐明阳，挺胸抬头，还有六圈。刚才你们俩真打架了啊？从战场的情况来看，还挺激烈的。哎，你们俩谁赢了？是那该死的五点。五点是谁啊？这该死的宋疯子，大星期天也不让人消停。走啊，集合了。难得周末，给大家开个小灶。这个小灶嘛，就是先来三个一百，然后踢正步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三个一百非常简单，就是一百个俯卧撑，一百个仰卧起坐，一百个蹲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啊？还用我手把手教你们吗？准备！我跟你们说。谁先做完三个一百，就去踢正步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今天上午的安排，下午的训练科目，10公里武装越野。都戳在那儿干什么？啊？拿自己当电线杆子吗？报告。说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练步兵的。你再重复一遍。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热爱飞行。而不是每天早上浪费时间，三个一百练正步。浪费？你没有资格质疑我的命令。二十一，不，浩劫。还有你们所有的人，给我听好了。如果连地上的路都走不好，都走不出军人的气势，更不用提在天上飞。你说，我放着一个经贸大学的优等生，好好的外企工作不去，跑这来听这个魔头的话，吃苦受罪的我图什么呀？别提了，我还不是一样。周末下午3点，平常日子里这可是我跟同学们联机打魔兽的时间。哎，前面可是一台双核液晶的电脑。旁边是一瓶冰冻的可乐，
屁股下面是软软的转椅。你呀，还是想想怎么对付现实中的魔兽吧。哎，又来一个，快跑！这位现实中的魔兽等级太高了，我们俩可对付不了。救命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一个个跟蜗牛似的，日落之前必须赶到小马山山顶。赶不回去的，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去了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。大点声！听明白。是没有掉队的。后边的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了，停！虽说准时，但还是慢点。开始今天最后一项任务吧。好，全体都有，起立！听见没有？起立！快点！放心，累不着你们。最后一项任务，唱军歌。喂，到，出列，收。说句心里话，你给起个头。是。说句心里话，预备，唱。说句心里话。停停停停停！这是军歌吗？军歌是要喊出来的。这除了你们没有别人，听见没有？唱难听了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把声音给我放出来。开始。说句心里话，预备，唱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想想讲家，大点声，讲家，敬老李老板。好了，都别唱了，全体队友，跟我来。都看见了吧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唱不出来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傻呀？如果不穿上这身军装，如果不站在这儿，如果不在军营里头，你们可能就在这片灯火里头，自由自在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。有些人还可以喝着冰可乐。但是你们知道，这片灯火又是怎么来的？正是因为有我和你的存在，才有这片灯火。你们听见了吗？听见灯火里的欢歌笑语了吗？我是听见了。我听见了歌声，我听见了孩子们的乐。我们就是要守卫这片灯火，捍卫这片灯火，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使命。热血报国，青春无悔。我们再来唱。说句心里话，唱。说